从第一套来看，它就是奶奶传下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一套是翡翠的套组，因为妈妈很喜欢绿色，所以得到这一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奶奶真的太了解了。妈妈就有一种中头奖的这种头奖的这样子，是妈妈喜欢，因为其他婶婶不一定喜欢绿色。对，你自己是喜欢？我喜欢蓝色跟粉红色。哦，对，可能有一些像我们这个年纪的，可能二三十哈，可能他们会觉得哦，绿色还太。太成熟了，但是很适合妈妈，尤其是这个款式更适合奶奶。我相信，哎，那九十几岁穿个旗袍，或者是一个简单素色的衣服，都非常好看，很喜气，中式优雅，对，很端庄，然后又真的就像贵妇。这个薄片我觉得是薄了一点哦，但是它，你看哦，它有开。你看底是看得到的哈，没有套底哦。那那个耳环反倒比较有一点点蓬度在。如果这样比起来，我看看哦，这个真的水头比较好一点。哎，这个好像还不错，我觉得至少因为它那个薄片真的是比较略薄，你自己也看得懂嘛，对不对？珠宝研究是有，但是翡翠彩钻比较懂，对不对？翡翠就是我会看水头。嗯，对，当初奶奶留下来应该是很买很多年了吧？哦，爷爷每年都会就是很固定的送奶奶礼物，对，所以他每年都会得到珠宝的礼物，这个是一个他我们家的一个传统，是，对，所以这套多久不想？我觉得应该是我。才应该是奶奶三四十岁的时候哦，那这样算起来可能有五十年了，那可能五十年以上有了。对，你看她的造型，大约就是比我在看店的时候还更早。Vintage，没关系。我觉得妈妈可能虽然喜欢，但是更想要知道，因为当年很容易会买到 B 的或管教的，对不对？到底这里面会不会有真的是天然翡翠？我们帮您鉴定。来，第一套，请。鉴价7万元哦，一整个吗？全部？对对对，是。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早期哈。那我小的时候在看店的哈，也是这种所谓的方块，哈，我们叫做无事平安牌，又叫四季平安牌，好，这种玉牌很多人买的，因为要穿着旗袍啊，是非常非常大方的哈。那我会建议您哈，就是说有几个模式，第一个就是拿到珠宝店去，请他把这个 K 金可以再抛光电镀一次原色。第二个可以把它镀成白色，因为现在流行白 K 金，对，那不。影响它里面的 K 金的成色，只是外面再镀一层白 K 金。嗯，那从这可以体认一件事情。对，啊，就是这个人虽然是过客，这珠宝是永恒的。对，爱情也是永恒的。是，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造型，好，那纯以前有一段时间，可能在这个过一段差不多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，它可能就是用铸模的，那这个时候是纯手工的。嗯，当时因为哈第一个手工的工费也不太高。嗯，那再来就是像这样的设计，以前都是属于那种客制化的。嗯，所以现在目前来讲，消息你想要拥有像这样的一套珠宝的话，我的看法。超7万元可以拥有的，所以这都是天然 A 货，是没有问题，整个都没有问题，只是稍微小了一点，是也是缅甸的吗？对，缅甸的，那静怡说的没有错，它稍微薄了一点，有点危险，整体上来讲是可以的啦，是够绿了，是因为它就是比较薄，那它薄的原因有很多因素，第一个可能要让它显得绿。水头好一点，把它切薄一点。对对。第二个，这原石本来长得就是稍微只有一片薄薄的，它就硬给它磨出来的。哦，但是不影响它的价值。哦，就是它就是这个价值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可以跟妈妈说安心安心安心啊！对对，没问题。因为有时候说真的，你不知道的时候戴都没事，你如果一旦知道它不是 A 的，我跟你讲，你看都不看。啊，起码只能不玩，碰碰啊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对。再来红宝套组。所以这一套呢，这看起来应该也是长辈的嘛，是不是？也是呢，也是奶奶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奶奶的，都是哈。对，这个也是，我觉得是那种老人家觉得喜气款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有一些老奶奶好喜欢这边戴个翡翠，然后但是呢，手上又要戴一点红色的喜气，对，哦，其实是可以混搭，但是这更棒了，它是一整套。嗯，这个红宝的颜色我觉得很优，很优。嗯。
旁边也有主持节目久了，看着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哈。真的有到鸽血红吗？的确是鸽血红。挖到宝了，他的确是典型的鸽血红。对，这一个更夸张，对，是怎么样？你看它的火光、颜色、闪烁，对呀，黄宝石要这种品质不容易。哎呦，折射非常好哦。然后它，我觉得它最时尚的点可以看出，你说爷爷送的吗？对，也是爷爷送的，爷爷很会挑哎，这上面很像一个星星，像 star， 然后就是有点年轻，有点活泼的感觉，很会放闪的一对可爱的老夫妻。因为红宝是必收的东西，所以肯定会有的。所以这也是奶奶的。对。而且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这个项链的主是小，虽然小，但是亮。哦，就像这个有两克拉多，然后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个比较亮？这个比较起来，它就亮度比较差。对啊。不，它是因为有带。有已经有佩戴过了，所以很多的化妆品在里面，所以说您带回去用热的开水清洗，不是烧开水，是开水拿一杯来泡在里面3分钟，然后再想办法把它取出来，不要超过几度，不要超过几度，或者100度没关系，就不要用干烧，就是100度的开水放进去，那目的是什么呢？把那个油脂。把它泡松散，然后呢，再拿在这个我们拿在这个脸盆里面，拿不要的软毛的牙刷，对，沾沙拉托里面要擦给刷一刷，就会恢复原来的光泽。不要在对，不要在这个水槽哦，万一你一脱手一掉下去，哇，拜拜，真的完蛋了，完蛋，好，这千万小心一点。这一套我们也来评估看看，等于我们把戒指加项链一块评估，好不好？这个。奶奶的礼物，我可以先疑问一下，这个是产地，好，猜得出来吗？我们，你要猜吗？我想猜，但是听说你的天赋异禀，但是猜错不能怪我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一直觉得，因为我跟妈妈一直在讨论，我们觉得这里面就是红宝跟蓝宝是最好的。对，那我就跟妈妈说，我觉得它应该是莫桑比克，因为我觉得缅甸没有这么亮。我举例，我就大胆的猜，所以猜错大家也不要笑我。我就举例，这个是爷爷什么时候买给奶奶的？其实什么时候就是奶奶20几岁嫁给爷爷，他就每年就送他一个，所以什么时候考什么时候了？因为我看他的样式，我觉得应该是奶奶30-40岁时候。好，我们就举30-40岁，奶奶今年98，但也有可能40-50岁，我40-50岁哈，我不知道。是，对，因为莫桑比克的红宝石。这么品质这么好的，也不过是这12-13年，它20年最多。该不会是缅甸？若是缅甸，就真的是超级宝物了。哎，这个我们来试看看。好紧张，你要先太紧张了。建价前先帮我们补充。你知道莫桑比克的那个红宝石什么时候发现的？2009年的时候，莫桑比克2009那里现在发现了红宝石。在考数学了，2023减2009，10来年而已。十。莫桑比克在什么地方呢？它的旁边就是马达加斯加岛，所以在地壳变动的过程里面，就好像是为什么缅甸有红宝，然后那个越南、泰国这个都有红宝，就是一个脉矿脉，那像莫桑比克有发现刚玉家族有蓝宝石，很有名的，可是呢，它红宝石也刚好在莫桑比克，2009年的时候才发现，造成了暴动。因为有3400个非法移民进去里面找红宝石，好像听说啦。到现在，全世界有流通的红宝石，40%全部都是莫桑比克的。可是如果是早年奶奶的礼物，也许是30-40年前的话，会不会碰到更好的呢？我们试试看吧。请鉴价，50万元。很典型的鸽血红，哇，妈妈会很开心，妈妈，这个我们判断出来，上面打的是2.17克拉，这个戒指是2.17克拉，然后呢，可是奶奶会不会是在70岁吗？60岁吗？然后红宝石是哪边的吗？红宝石呢，它大约是在1.2克拉左右了，那所以说它是什么哪里产的？告诉你答案。哇，好期待！在证书上面，很多人会写暹罗，哦，那有时候有的人写 Thailand， 就是泰国的产，泰国红，泰国的红宝石，泰国，对，很多人说泰国哪有鸽血红宝石，
也是有的。好，鸽血红它是一个名称，对，在这个范围之内，颜色达到饱和，够漂亮，然后呢，它的内含物不能过多，都能叫鸽血红。好，那我们要证明它是泰国的，告诉你。怎么看？哦，因为知影其实对彩色宝石的兴趣很高，很典型的内含物就是泰国内含物。你看到什么？哥伦比亚、中国力、三香一样的，它是一个煎蛋的。哇，今天像煎蛋一样的那个煎蛋内含物，所以这是典型的泰国红宝石。常常有时候看到鹰架构造也是泰国红宝石，那这个很明显的，这两个都有这所谓的煎蛋的构造，两个都有。哇，今天又学到了。所以它是泰国红宝石。哇，原来如此。当然，要比起缅甸，那当然它价钱会稍微低一点。是，但是因为它是鸽血红，哇，再加分，再加分。对，所以它这个戒指大约值差不多大约了35万元，是一个，所以两个加起来是50。对，然后坠子超15万元这样子。假如今天它是因为它是有加热处理的，对，假如今天它是无烧的。好，无烧的，泰国也有无烧的，对不对哈？无烧的话，这个就会变成到大约80万元。假如今天它是缅甸无烧的。啊，这两个哈，它是200起跳。对，现在很难得到。这几年的哈，这个全世界刚玉的红宝石、蓝宝石啊，哇，不是长得一塌糊涂，而是说追求者众。那所以像这样的品质的这个红宝石，虽然它加热处理过，它颜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，还是很多人会去追求的。好，恭喜恭喜，李老师。泰国红宝石呢，我们一般所看到的物件哈，都比较暗沉，没有火彩，但是呢，它有像这种等级的，所以我刚刚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它很漂亮，但是在看到它里面的内含物，知道说是泰国的，如果是像这种等级再大颗一点的话，可能都要送到皇宫去。哇，不得了！泰国不是有几次皇，然后有娶了一些妻子老婆。都要用到这种顶级的鸽血红的红宝，像这么漂亮的红宝石，过去的拍卖记录里面哈，在2015年的时候，有一颗日出红宝石，各位所看到的大概就是这一颗，这个是缅甸的，成交价台币大概9.3亿，哎呦，25克拉，好，那我们看看它有多大颗，我这边有一个照片哦，各位看，手指头。戴着的时候大概这么大颗，对不对？哇，不得了！再让你看一颗今年创下纪录的，这黄金宝物了。看好这个日出红宝石，这个是25克拉，是缅甸的红宝石。再看一颗莫桑比克的，大家觉得莫桑比克的也没什么啊，对不对？55克拉。啊哟，一倍！它叫穿透之星，55克拉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拥有？难，干净漂亮，非常的完美。哇，卖了多少呢？现在的拍卖记录10.7亿台币。全世界最贵的红宝石就是这一颗，就是莫桑比克产的。所以莫桑比克的红宝石在今年翻了2番。对，没错，对，我觉得奶奶这个好好放，我跟你讲，颜色那么漂亮，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纪念价值在。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，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咯，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方卫视，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。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。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